哟，你这打坐入了定了是吧？饭好了没有啊？钱去哪儿了？什么钱啊？存款，这张卡里的钱。60几万呢，就剩几十块钱了，去哪儿了？哦，我打给丽丽了，她买房子，我资助她一点。全给了？啊，全给了。 他们还吗？自己的女儿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呢？再说了，以前我不是对不住他吗？这算也是给他一个弥补呗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这个，这是婚后财产呀！我跟你商量有用吗？哦，你还讲婚后财产？你也讲法律程序是吧？好啊。 那要说法律的话，那我还欠丽丽他妈300多万呢。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同意啊？你至少你要跟我打个招呼啊！我现在给你打招呼也不晚嘛。你女儿、你外孙、外孙女都排在我前头，我不跟他们争，我不会跟他们争，我就是想问问。 我要是今天不发现，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不赌你的钱，我也不赌你的房子，就这三番两次的，十几年的夫妻了，我就不被你吃毁我一生啊！ 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哎呀！哎呀！